八点六，大大大姐安，哟，开台没问题啊，大家安。今天上次玩到哪？上次我记得这边还没聊，然后晚上时间。还有最关键的女仆时间，噔噔噔，今天就继续来啦，各种聊聊天，安安安安，没有聊过，所以这里有聊了，好。我们就再稍微巡视一下，还是闹街还没聊，这里聊完闹街还没聊。哦，どれどれ？没有，叽叽，慢慢回来，慢慢回来。然后呢，就继续嗨翻天。那我们就去闹街啦。有，这里都没问题。领的，领一下，前往闹街。雷兹狗狗，这里就真的还没聊啦。肉肉，何か買っていくかい？また来てくれ。狂野烤肉串，有没有？每一个地方慢慢啪啪走，走起来。乱丢垃圾哦，小屁孩，九九九，或者说他晚上有没有？这天空超美丽，赞赞，美丽的夜空，哎呀。又想要出去了，这不算浪费吗？乐在其中，尽情享受。啊，辛苦了，管家，小少爷要不遵守底线了。嗯，对啊，天空黑黑的。还是有明亮的地方，嗯。那大家都狂抽猛抽，这个很明显，那个水烟就怪怪的啊。都泡在店里，大买特买。沙漠水汽少，观测夜空更清楚。ようこそおいでくださいました。那你有没有什么新东西？好啦，正常商店白天晚上如果有卖不同的，那也奇怪。
那就可以了。那我直接稍微看一下。晚上好像就等一下我们会去其他地方才要买东西，这里不用。防沙的车子出现，沙漠开车感觉就好伤车的那种 feel 哦，有没有？你开过去啊，就像石头一样啊，就是疯狂刮。对啊，我们要收集情报。是要收集情报啊，很重要啊。こちらではありませんね。现在只能打退。好，现在还有以后。大矿山族啊。哇，读起来，买就对了。哇，大家都大手笔哦，不手软哦。极为正直，呵呵，果断的赌局，赚就赚，赔就赔。忠实，最原始的欲望。いかがしましょう。延边鸡尾酒，这个我一直很想要试试看，一直还没有机会。它这有没有就是你的杯子酒杯，它的杯缘会放上盐，然后就让你在喝的时候会可以搭配到它。我想说，哇，太酷了吧！またお越しください。咸咸的酒吗？你就可以喝一圈，很瞎趴。不过那种应该一定要去有调酒师的那种地方才有可能。你自己弄的话，有没有这个可能就不搭？嗯，要特别的调酒，然后再配才可以。有消息。哇，两边都有欸，就正常走，最后去饭店，都不需要解任务。这个警官感觉这个责任感最好啊 ，nice。赚一笔，
签名签名。对啊，人家在忙碌有没有？然后你还在那边投稿，啊，当然是忙完才能理会啊。さて、别搞事就好。嗯，去去去。就很辛苦，也有加班，有加班费。必须的。观赏一下。疯狂叫卖，来吃爆米花吗？来啦！哦，有相关的许可哦。人手又增加了，你怎么可以看其他女孩子？你的私事是什么？完全没有结论。一定还有内幕。嘴上说很多，还是照样赔啊。亲手掌握情报，紧追不舍。辛苦丁哥了。到底为什么要在他这里吃晚餐呢？好，接下来就是关键时刻喽，确认一下，没问题，他们都聊了。Let's go go！ 进饭店记得先聊 NPC 再进主线，好哦。又来了，有超强壮人。六星级。
挺强硬的哦。我们要去夜间泳池，大家到泳池就要换装啊，尊重，对不对？前场车后补票。さて。年纪轻轻就在考量着彼此的未来，族人的未来。夜间泳池 ，Party time。缺水问题，我们解决啦！考验调酒师的能力。米拉游戏，为了钱大赚特赚，其他不管啦。待已久的来啦！进入。夜间泳池。嗯嗯嗯嗯。